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请坐。大家好，老张，这坑家是因为我是脚麻手麻，来帮助我起来时安尼小许多者吼。今日来到这，昨暝敢有好困？看少年，你开始无好困哦。哦，来到这，我也是非常欢喜吼。咱行这条路。我唔知在座有安那想，高沙族的有几个举手发麦？哦，安尼吼，嘛袂少吼。那我得用参的啦吼。我本人也是高沙族，下面则是被淘汰啊，卑南族，顶冠是泰雅族，所以有人问讲我是啥物族的，我说我被淘汰族，哈、啊，所以今日。这八家古加迄个咱好多话吼，来参悟一下吼，来参一下。我台语嘛无练得啦，会加减嘛安尼啦，吼。所以在上课的过程，我还是希望用这一种双语的方法，还有让高沙族也听懂。那今天来到这里，今天来到家，我感觉讲，您是非常有头脑、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因为目睭看较远，嘛看较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一条路，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寻找这一条路，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但是多年来我们都寻错了，而且走错了房间。以前早期我有人讲，吼、哦、为了台湾来努力打拼，早期我嘛是民进党诶。到尾啊，搁牵到建国党诶，到尾啊，搁牵到台联党诶。你看，安那西安那来，拢同款，还是在原地踏步。那今天我里头有感觉说，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这条路不是宽阔的，这条路是窄路。你若不警醒，你很容易被诱导。你若不警醒，你很容易被跌倒。因为成功之路，就像那个喜马拉雅山登怎么攻顶的时候，他才几个人，看起来很近。你知道，每跨一步路，正如走一公里的路一样啊，那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今天来到家，咱爱有一个时刻，我来到这里。我到底要什么？有人被逼来的这里的举手，有无？有没有被老爹？你一定要去，有无？妹妹，那个小姐有没有？有没有因为家长说你一定要去？啊，没有哈，因为你看到了，所以你才觉得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因为你听到了，你觉得这才是明确的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这样的看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说：“哈呵嘎在啊，我走这一条路，我摸到了，我看到了。”今日来到家，台湾整个问题，到最近的登报纸菲律宾事件，很多人在想：后、哦、我们应该要去包围，我们应该要去怎么样？当有一天，一个强盗来到你家里，你身上有枪，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他也带武器。来到你家里的时候，你有什么行动？第一个，你可能是马上拿枪来制吓阻他，吓阻他不要动。第二个，可能你情绪过度紧张，马上就砰砰打死了。在你家内有一个反抗，有一个保卫的行为，在法庭上他是认定你是一个叫什么防卫。但我他已经越界了，他应该受到这一个管制。但今天你要了解到哈，我们不能用情绪，我们不能用情感来看，法律就是法律。所以为什么另一面我们可以看见，
为什么他们菲律宾国不向我们道歉？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吗？为什么直到今天不向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道歉？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吗？因为他不是国家嘛，是不是？他不是，他没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他不是国家，他所以不能国对国，他根本不甩你，因为你不是个国家嘛。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谈谈何谓的真理。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头一次听到秘书就讲，你要认识法理，你一定要抛开你的情感啊！你因为你带的以前满腹的情感支持民进党，哈、啊，这个支持台联党，支持这一个建国党，结果呢，有的舍不得。但到末了有一天，秘书长这样讲说：“你要走这条路，你必须抛开你的情感，必须回到法理的论述，才能看见台湾的主权。”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句话很棒啊！这礼拜呢，但你感情以前用太济啊，感情事情用事哈、啊，会糊涂，会不清楚。”必须跳脱回到法理的论述，才能看准原来台湾的主权。必须从法理这条路，而且再次的告诉各位，唯有这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我们今天要推动的台湾最主要的希望，那就是法理的问题。你若是抛开丢掉了这些，我告诉你，我们仍然还在走迂回的路，失去了真理，人就失去了爱，人就失去了希望，人就没有感情。因为失去了爱，失去了真理，这个人呢、啊、就开始说谎，这个人就开始欺骗人啊，这个人就开始嫉妒人，因为他失去了真。同样的，我们失去了法理也蛮赶快哦，我们失去了法理，我们很多对台湾主权完全的模糊啊，这可能是的啊、可能是的，还可能我们爸爸呢，那我可怜呢。这个帅哥，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姓然，然后动一。哦，然动一，啊，然动一，要请坐，给他鼓励一下。他还怀疑他爸爸呢。这个顿时有些时候我就是林老辈，你要很直截了当的说不要阿爸、啊、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林老辈。我说爸感谢现在我们台湾人很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怀疑，因为他在不清楚的状况，他在模糊的状态之下，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高沙主，你看我们高沙主常常有人说吼、哦流亡建户投票率最高，高沙民主，对不对？有没有阿 miss 有没有？那么好，结果呢，他有没有照顾你们？有没有？我把你当人看呢，我还教育你呢，你还抱他的大腿，为什么这么没有智慧？因为用感情，因为有那个 Coco 来了，不起来了，喝两杯，然后就那么好这样。这个在座的知道什么叫做那么好吗？阿美族，这个高沙族民族哈，生孩子他的名字叫那么这样子。所以呢，光复的人哈，我去那边的时候，得老啊，不能呼吸才停啊。对，然后就那边这样子，所以那么好，那叫那么好，拉一个音啊。所以啊，这些我们高沙组常常先讲，来到这里的高沙组真的很聪明啊。你看，看人帅不帅？这位客像不像高沙组？站起来给人家看，像不像啊？我们铁路局的啊，这阿 miss， 今晚我跟你说。
叫 Kenji。好 ，Kenji， 好，给 Kenji 再次的鼓励一下 ，Kenji， 谢谢。那后面的头发白白的，你看看，你站起来看看，阿威主很高呢，你看，哦，190哦，哦，他什么都不吃，他就吃哈哈。有没有到过这高山民族？有没有？有的举手。他们是不是很憨厚、很单纯？但是呢，不要单纯的糊涂啊，一定要有理智。所以呢，我们必须 回到法理的论述，我们才能看到我们台湾的主权。今天很多的高山民族，很多土地五年不耕作的时候啊，他就成为怎么样？当然就成为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所有。所以我找我的这个土地，那一起查一下中华民国，因为怎么可能是我中华民国的？因为五年休耕呢，十年休耕，它就会成为，当然是中华民国的。你看看，叫阿爸对不对？哎，我阿公阿妈阿祖后来的土地，到尾啊，我为了哈三顿饭，我无我都无去起来浙江啊。浙江都回来了，我甲讲，哎，中华民国的，这偷会你敢在？所以呢，他根本没有人权，他根本没有把你当成在放在看你在看在眼里。我们今天必须回说，我们必须回到法理，才能看清台湾的主权。同样的，今天我们谈真理这个字，宇宙中只有一位真，那是人类都在寻找的，人类都在寻找的。你不相信吗？因为人里头虚空嘛，想要找一个真的东西，看到了奇奇怪怪的大石头，哇，吓吓，就拜成为什么呢？石神。看到奇奇怪怪的这个奇木，哎呀，他没有寄托嘛，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他就拜他为什么？神木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头木啊，头里长木。这个我们原住民很多头目哈，头里长木，那是开玩笑话。所以呢，因为人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一个真理来引导他，来让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他失去了这里，他就失去了，就像亚当跟夏娃失去了乐园一样的。本来是享乐，因为他犯了罪，他离开了真理，他就满了罪，开始说谎了。所以夏娃就开始偷吃神说不要吃的知识善恶树，一吃了以后啊，你知道吗？他就把一半留给谁？啊？哎呀，亚当很厉害呢！啊，亚当没有经过大脑，他说哦，一吃了以后呢，人类第一个眼睛也这个眼睛开了，看到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你看，哎呦，赤裸裸的，你知道吗？开始就害羞了。听到脚步声，耶和华神的脚步声的时候，他就马上啊那躲起来。啊，神说：“寻找人啊，你在哪里？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知道人已经开始吃了神叫他不要吃的东西，因此他开始羞耻，而且有害羞，他开始逃，他开始说谎。神说：“你是吃了那一棵树吗？”他说：“因为那个怎么样？那这个是什么？蛇，他是化为天使。”神奇说：“你看问号呢？神有说吗？你吃了以后呢，你眼睛会亮。”夏娃就什么？哎，对哦，神没有说呢。你看看模糊的话术，很多人，台湾政府。跟台湾民政府弄不清楚，你就上当了。我们要清楚，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什么？台湾政府提升为台湾政府，并开始运作，然后呢，进入国际社会。这个轮廓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秘书长昨天有讲，台湾怎么样？台湾什么？正常化，昨天有讲吗？不是要重复吗？台湾什么？正常化。我们再试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一直要它念，一直要熟悉啊。
这样它要经过过程，对不对？要经过过程。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过，人呢失去了真，他就失去了这个爱。所以你看看报章杂志，小孩子有时候跟妈妈吐槽的时候，搞不好就拿刀来擦。报纸一看，不杀父亲，杀母亲的。这个报章杂志，身为做这北部的人，应该叫叹不痛心哈。咱饲囝饲到安尼来，饲到安尼来，过来为着500块搞台。啊，这种社会变成讲无爱，已经失去了真，才有今天的乱象。哦，孩子父母亲走了，孩子就争吵分产，就在那边修割，跟那互相来台。你看这种修，这种的社会已经不像人过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了，若是没有真理，他就没有爱。人因为了没有这个，他产生了渴望，渴望得着，渴望要一个真实的东西，渴望要怎么样？有一个渴望，今天来到这都同样，今天来到这我们也是有一个不忘，不忘要得到台湾未来，台湾的主管，是不是有这样的心，你才来这，对不对？这不是说这有便当拿来吃，你才来吃的呢，你自己要出钱啊，是不是这样？这不是自动自发的，那是因为你看见这条路是唯一的路，你心里有一个渴望，你心里失去了真，看见了台湾的乱象，没有真理，你在这里寻找，产生了渴望，所以你来到这里，你得着了一个新的资讯，那必须到法理的论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若是有这样看见，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路真的是可以行，可能这一条是真的是可以走的，因为真理是什么？在这一个现代思潮的这个挑战，何谓真理？我们时常这些人学者都有在说了哈。16世纪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欧美人哈，欧美他们的社会带进所谓的现代的时期。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理性主义呢、科学主义呢以及经验主义都成了主流社会的这个思潮，所以也就成为基督教啊，它这个复教学的主要的对手。所以因此呢，这个复教学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尝试以不同的这个途径去回应这个时代潮流的挑战。到今天为止，都赶快，它基本上现在这个复教学哪一次环绕的现在这个理性与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这个是我们目前所了解的状况。所以呢，你看看真加这个乘以理，它的结果是如何？什么样的真？真它是一个永远真实的，它是永远长存的，它是永远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它是不会消失的。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但是理呢，是经过人、经过群众、经过学习、经过经历，才产生了这个智慧。你学习得主了知识，但是你要活出来，你去经历，它就成了你的尝试。我们必须经过三个过程，所以真理没有真，只有理，它是虚空的人生，因为虚空嘛，无帮嘛。因为里头没有一个真的目标来引导他走这个途径，然后真有真有理，他才有价值，活着才有意义。走路有风，因为里面有非常这些东西，所以他走的路是正确的。好，这个就是唯一的这个道路，我们必须要去精算。我们不精算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就失去了你真正要得着的。那这里又在讲知识与生命。修理车的人啊，有一天车主就来啊，车子坏掉了啊，来到那里，不好意思，我的车坏去没法动，给我修理一下看看。那请那个这个修车的人呢啊，看看啊，一个铁钢腿啊，咕咕叫他发动，砰发动了。他说多少钱啊？他多少钱？美金啊，10.5块美金啊。那车主说，哦，那么贵哦，啊！你安尼搞扣一个的啊，扣一个10块10.5块美金呐、啊，你知道吗？这里怎么说呢？敲一下收了这么多钱，一定要降减价嘛。车匠说：“那么你就收10块钱，
因为敲一下值半块钱，咚，八角，好。但是呢，知道敲哪里是值十块钱，这是智慧哈，啊，经验来的。因为你车子坏了，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坏嘛。你弄到了这一个修复车，这个主人就一看，他知道是哪里有出状况，所以哪一个榔头咚一下是值十块钱，啊，这个就是知识。啊，这个知识是知难行矣啊，就是说知要知道非常不容易，但是行出来很容易。所以这里我们也看见了生命，啊，有一位学生他在学这个公民课程的时候，啊，他跟老师，他听到老师讲，哦，他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十分的感动啊，他不仅仅呢考试满分，这个励志从今以后要对好啊，对爸爸妈妈要下去啊，孝顺父母亲。他从那时候立志，啊，那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啊，遇到一进门的时候，伊妈妈在底下发牢骚：“阿勇啊，来，嘿，切包坑遐，马上给我提些物件来吃安尼。”讲到尾啊，吼，吼，一还价吼，本来他是要来孝敬父母，听到父母亲这样的啰啰吱吱喳喳的，他就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后来这个唠叨呢，就开始推诿和母亲呢啊，去对嘴了，就开始又顶撞了母亲。这个时候呢，非常的懊恼。我就刚一到回来，跟老师讲：“老师，真的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唔要做未到。”结果呢，老师安尼讲啊。一鼓气问老师的时候，他无法做到。不料老师也很诚实，跟他讲：“阿勇，我嘛做未到，你看不是只有你，我嘛做未到。”啊，这里说明到了哈，他说我也做不到。这里是一个生命，孝顺父母是活出来的。知道哪里要修，敲哪里是知识，啊，生命是行出来的。我对我父母的孝敬，不是用有嘴巴。乃是行动，是生命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请看看前面属于知识的层面，有了这个知识就可以解决，后面是属于生命的这个层面，啊，生命的层面。因为知识它没有这个能力，啊，无能为力，但是除了这孝顺父母是生命活出来才能成为，才能成就。很多人就靠嘴巴，所以不怪吼，我觉得说，您这查甫人敢那靠一句什么，一句嘴，你敢信？啊，但是来到这的查甫人拢无呢，拢唔是一句嘴呢，拢用行动，对不对？为了台湾拢行出来，啊，唔是敢那靠一句嘴，所以他们不是靠的一张嘴，乃是生命活出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尝试，就是说千万。不要尝试用知识来解决生命的问题，啊，生命的问题绝对是要用什么？这个是行不通的。所以知识能够分辨善恶，却不能和生命一样使人活出善，以去解恶。很多行善的不是只有靠嘴巴，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啊，进一步的了解哈。因为来到这里，我们来推行这个。我们看见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智慧，寻找了这些宇宙中只有一个真神。我们刚才讲他是信实，他是公义，他是和平的。那这里有一个火车头，但是借着这一次的事件呢，我又担忧了一件事。火车头若没有强而有力的这个轨道啊，这火车头也会走偏呢，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当警醒。刚才我也讲过，这条路是窄路，这条路不是宽路。你车火车头再好，你若是没有放在法理论述的轨迹跟轨道，火车头有一天它也会偏差。所以呢，火车头我们这样讲，真理它是冷的，没有情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它不说情，不关说的。啊，是爱呢，它是满了火热，它是满了能力，会让人感觉很温馨，但是会让人感觉模糊。那我们怎么办？那不是很矛盾吗？是不是？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这火车头，是我们同心的爱，有一个爱来爱台湾的爱轴承的，成了一个走向台湾希望的火车头。这个我们每一个同心
都成为火炭。我需要你，你需要我。请问一下，我们的手指头，这个小的有没有功用？哪里？看起来它最小啊，哪有功用？有什么功用？哎呦，你常常挖耳朵啊，会不会舒服？很舒服。那你又为什么不用这个？这很大啊，可不可以挖？不可以挖。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你不要小看你小。当你需要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功能的。你不要小看火炭，没有你这火，它没有爆发，没有这一个火焰，它不能将这个火车头启动，它需要你那一块。我们在这个里面，爱台湾的心一定要有如此的那一种火焰，产生了爆炸力。如果没有，这条路不能走，而这条路根本走不到底，因为你走到一半，有声音说，就像那个蛇说，你曾知道神说，神奇说吗？他说，哎，现在是台湾政府成立了呢，哎，那个法理是错的呢，你开始就会动摇，对不对？开始会动摇，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必须更清楚明白啊，为了要产生这个动力，我们都彼此需要。所以有一句话说，爱使我们连结，因为我们都有爱台湾的心，使我们连在这里。这样够不够？还不够呢，对不对？因为爱台湾的心，使我们在爱里彼此扶持。我当时主要挂的是我的马上出现，无论你在高雄，无论你在台中，无论你在台东，你一通电话我马上去。这就是为了台湾，我来扶持你，我来供应你，我来协助你，在爱里彼此扶持。够走到尾，我们就能在爱里彼此建造。建造我这样看起来那么多人，但是一看只有一个台湾民政府呈现在这里。因为看见这么一个大的屈身在这里，看见里面有你，里面有我，你知道吗？没有彼此，都在爱里被融化，成了这个动力的元素。这必须我们看见，成了动力的元素。台湾这个早期换句话说，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有了这个动力的火车头，它需要法理的论述，当成为什么轨迹、轨道。你今天有了火车，没有轨道，它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这样对不对？我们需要有法理的论述，我们才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明白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这个轨道它是有方向的，它是有目标的，但是它仍承受了你的重量，它爱心托住你，坚持使你走到目的地。这爱是容忍耐，对不对？啊，爱是忍耐，容易吗？阿伯的不容易啊！哎呦，你浓我浓。早期啊，有一个年轻人彼此相爱，那个帅哥说，抱着这个他的女朋友啊，他们搭一艘船，这个轮船啊，出去啊，就去国外。那船只一面开，这个男孩子说，他跟他的女朋友说：“哎，阿兰，你看，嗨，我亲，我的爱，都向你亲。”然后阿兰，你看天让你管，你看天那么高，我的爱就是那么高。哇，那个女朋友听的都忙叔叔啊，哦，我阿勇啊，对阿兰就这样讲，我那忙叔叔啊，那边有个栏杆呢，有没有抱的栏杆？哦，感觉非常好呢。哦，那个已经情陶醉在那个爱中呢，无多好哈，无差不多半两天啊，船只叽叽哈，晓得吗？宣布弃船，啊，触礁啊呢？嘿，查甫，哎呦，触礁啊！伊马上安怎跳落，还跳到离开啊？哦，全部弃船嘛，因为准备沉落。到尾啊，轮机上尾一个轮机啊，控制最后的那个起来讲，奇怪，还过一个查甫的啊！哎，危险危险！伊嘛是王叔叔呢啊，哎，多棒！还在那边，马上就拍他一下，就拉着抓着跳海。然后游到海滩，他们也差不多晕眩了。当然，窃喜啊！那个女孩子请过来一看，
旁边那个男孩子不是她的男朋友。那时候她跟他讲：“刚才不是说你看海多深，我的爱就都深吗？你看天多高，我的爱都是让你管。那海多宽，你看我的爱就是如此那么高那么宽。哦，难怪那个女朋友就帮叔叔嘛。结果环境一来呢，那个爱呢失色了，那个爱呢变形了。”后来那个女孩朋友就造成失望了。所以我们很多这个爱它是忍耐的，它是宽容的，你知道吗？天热那个什么，你看去刚铁轨那边有没有热，是会不会烫？那这么重载重量那么大的火车头跟载人在那经过那里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忍受？它忍受是为了让你这些经过我这个背走到更远的路。所以给他一两杯酒，在座的每一个都是高官呢，以后将来是一个这个叫做政务官呢。当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忍受让年轻人搭在你的肩膀上看得更高，你有没有这个爱心？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有的人说没啦，你不当了，你比我开路了，安怎怎两个在那分，还没有执政就开始在那边勾心斗角。你看看普遍都是这个样子，每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若是今天你当一天明天执政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今天是厅长，你今天是参议员，你今天是一个科长，那你调卡的，你有没有这样思考？所以今天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当有一天我执政的时候，我得着的时候，我必须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认识。所以呢，这个不偏不倚，主要的中心目标都必须有火车头，它必须有法理的论述成为我们的轨道，我们才能成为台湾民政府的火车头。好，火车头这个零和论述，这个零和论述经过多人的经验知识跟智慧所拥有的。我们的林博士就是林自身我们秘书长，他对战争法、国际法、万国法非常非常的用心，以至于找出了台湾的这个主权必须用法理才能够说得清楚，才能够明白啊。经过了这些法理论述，使我们有目标带进了光明，带进了光明。台湾民政府啊，光明的列车就在这里开始嘟啊，就在这里，你看看未来的机会掌握在你我的手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呢？啊，这一个是环境，火车头带来高沙委员会，高雄州、台南州、台中州、新竹州、台北州、宜化东州，这里都有你，都有我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有法理的轨迹，使我们带进了一个最终的目标。今天这个组合是每一个人在每一集啊、每一期、每一届来这里念书、来这里上课，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法理的论述，然后筹成为这一个完整的火车列头。我们为了台湾，有一天，我跟你讲，你如果不用心啊，有一天，恁家、恁阿迄个王孙公、阿公拢嘛是滴，当年要好要好。结果你不用心，这桥到尾要崩落呀！啊，崩落呀，非常可惜。崩落了，还我今仔做瓦的瓦的，你知道吗？为什么青年人啊、不结婚？为什么很多青年人不太想结婚？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孩子生下来，他负债怎么多少？现在孩子一生下，哇一下，负债多少？100万呢，所以难怪孩子一生啊，哇，他没有笑。有没有人孩子婴儿生下来就笑了？他知道我不爱了，我不爱了，他不要来这一个地方，因为一生下来就负债100万呢。那你看这个大专院校学生一毕业，他就开始分期付款，难怪他们就说我不要结婚了，我做朋友可以，我不要结婚了。这些就更证明看见台湾的青年非常的可怜，他无一时无望，他没有盼望。那请问你做阿公阿嬷的人，你做老爸老母的人，有没有这个责任跟义务？你要让你的子子孙孙有希望，有未来。你今天找到了这一条路，是法理的论述，
能够带进使你的儿女、你的儿孙、家家孙孙，会得到盼望，会得到未来。我们再不用心，我不知道你能怎么交代你的阿公、你的儿孙呢、啊？有一天你那个囡的，拄生出来，阿公你拢嘛是你，看我妈妈外头生出来了，离开家庭去外口做外头。你有听到？你有看到外头来到家无？晚上目屎流，想到他家中的先生，他家中的儿女，你这那种心境，我们同理心呐、啊，是不是非常痛苦？现在开始咱台湾少年是不是外劳很多了？你不要看，逐渐呢，你还在这里，你还在这里，完全就这样，根本就没有感觉。所以我们更希望兴起我们对儿女的未来有一个责任，要好好的努力。这就是咱今麦唯一的途径，唯一的路。你不用心，你不努力，我跟你讲，这一切的责任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时代带给我们非常不公平。你看看早上起来，有没有人在都会区里头看到在捡什么？捡捡纸棒，捡公啊，有无？那是老欧啊吗？那是不是一般的流亡政府的老欧啊？那是恁阿公恁阿嬷呢？就干那干未无，就干那干未无，就干那干未无，就干那干未无。那拢是咱台湾人呢。你的感想安怎？为什么老欧啊都无去遐捡？一路捡。捡了纸棒，无捡了手杆啊！独独是本土台湾人去捡的，这敢是公平？是为什么咱是受到这种侮辱？手杆啊，干咩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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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都爱安尼吗？这种不公不义造成许多的人，尤其高山民族特别要注意，我把你当成人看，吃一个便当不够，你还在可以再买呀、啊、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属性？你会觉察吗？今天都没，如果是没用心，我跟你说，这回家出事情，好家才有救，不，我们全军覆没，因为你不警醒，你贪恋，为了一些的东西，你就迷失了你自己，忘掉了你的未来，忘掉了你的家孙。当有一天，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你势必要警醒，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了解这样，这样的环境。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政治的另一中，那也是政治的另一呢，对不对？我的老家在宜兰大同乡松罗村，好山好水好无聊。有人去的举手。那个国家公园，那个啥国家步道，有人上去走的没有？有没有？有哈，你都要被起的入口呀哈。被起了，不是小块有弯，有一个大石头无？那是我生长的地方，被这个流亡政府占有。了，搁起哩边啊，才有一个平价、啊，有没有？填梯石头弄的，是我妈妈做的。我爸爸嘛是一个白手匠，他是没有被杀。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他是。外交部，外交部里面的有一个叫消防署的小中队长，中队长，38军进来的时候，我父亲刚好去采购，他去采购，因为他要这个38军一进来，杀了16位的这个他们的那个阿兵哥，啊，那个日本军杀死了，然后有一个这个小兵逃出来，
那在路中看到我父亲，啊，台球场，台球场，啊，不奈，啊，不奈，他说，队长，队长，危险，危险，拿这个，拿那个，他就说是什么？是发生什么事？爷爷，他说现在目前那个地方已经我们的那个已经失去了16位的弟兄了。当时我父亲都队长，当然至死也要去，对不对？可是那个小弟那个小兵呢，抓得紧紧，不行不行。那个时候顿时我父亲因为想到我妈妈。我妈妈在台大医院做护士，那时候开始心就比较软一点，好到局势已经危险了，所以他开始就是要先跑到那个台大医院，经过见到我妈妈，然后经过商讨之后，他们就逃开了。你知道逃到宜兰啊，人家还是会追到呢，一直追了好几次呢，追到宜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大姐已经生出来，我大哥。啊，不，我大哥还没有，我还没有。对，我大哥已经生出了8个月，到宜兰，他就借那个他们流亡政府是借道杀人。我爸爸是卑南台东人，到了宜兰大同乡，他就派人任命他为大同乡的光派第一任乡长。你知道吗？他不会讲台语，没有，他不会讲泰雅族的话。那当地的人会让他去当那个当乡长吗？不可能嘛，所以他当下他就任命他当乡长，马上就有两个人就寻找他了，就开始跟他争论。我母亲听得懂泰雅族话，他听得懂泰雅族话，所以呢，知道这个状况危急，就叫我父亲。刚好我们有一个这 Kinoki 做的一个桶很大，啊，叫我父亲说：“哎，到里面拿东西，去来对开这个物件。”一直不料他反锁，我们爸爸的设定来对，然后我妈妈呢？爱阮哥哥，好，爱阮哥哥，就去理论啦。因两个来，多门口靠。来的是，阮妈妈嘛是日本时代受训，受的体魄训练很棒，她可以对抗这个。但是呢，你知道她背的小孩子，他们开始说：“为什么您的先生要来到我们当乡长？”啊，就开始就争论，争论了哈，就安尼推拉拉，阮爸妈啥拢破，阮哥哥就是安尼扒着嘞，无偌久。过一礼拜就死啊！啊，阮哥哥安尼死，但是阮爸爸无法度出来啊！啊，经过安尼也是，阮爸爸就讲啊，即马担家咪袂使，毋知变安怎较好。啊，甲阮妈妈沟通了，伊个得到了八毒煤矿坑3年。好，迄当阵阮妈妈是怀孕啊。伊就伊嘛是同款得到，迄个咱爬到山顶个遐吼，迄个松罗国家步道遐，得到遐，迄产内产伊家己做，我妈妈家己做，生我他自己把我生出来的，啊、哦，所以你看看呐、啊，他一直不放哦，出来以后他又让我父亲啊找到我父亲，又让他做山林警察，山林警察专门抓啥物？你敢知？抓迄个啥？山老鼠，对不对？但是跟他派一个人，袂当派两个人，派一个人去抓山老鼠。阮有当抓山老鼠，一摆抓山老鼠啊，头前死的，后边死的，凊彩甲踢对就死啊嘛，对不对？啊，就差不多啊，从悬崖壁就可以弄死。还好阮爸爸足坚持，无安怎到三星分局也是，分局长说要把他们关起来。阮爸爸讲免啦，我来报警，吼、哦，这八个互伊转去。所以阮爸爸迄摆开始，伊天上飞啊、三星啊，诶朋友足侪，足阿萨里足侪。但是这过程了，也够不放他，我又还不放我父亲啊。所以我父亲说：“安尼好了，拄啊好玉山神学院在招募，伊得去读神学院。神学院做传道，传道你知无？伊刚到的时吼，伊也不要讲台语，伊也不要讲台语，也不要讲迄个啥，迄个阮泰雅族话，伊用啥？北固也不要讲啊。”啊，米拉桑他去卡米诺米古米哦，啊，用自己讲啊，啊，巡视组拢伫后边，讲无话故意的，个脚安尼抓个走啊，连刷啥卖拢是安尼。我细汉看到阮爸爸往警察抓，你看这种诶，好拢唔帮呢，这是一个228的受害者，政治的炼狱啊。我们台湾人民都活在政治的炼狱中，非常的悲哀，非常可怜。我们为了要减轻我们的负担，生活负担，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来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我们怎么来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我们怎么来营造我们生活的休闲，唯一的途径必须是从这个地方。我们若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若不在这法理论时看见这些，我们无法脱离正罪的另一种，好，我们无法减轻我们生活的负担。你看现在生活的负担油涨了，对不对？下面都、全部都在涨价，那我们呢收入很低，高沙族叫三高一低啊，收入低啊，油价高，瓦斯高，日用品高，为什么？瓦斯那是讲600贵的哈，600块来讲，哎，搁再个刷电都变到那800，哦，一斤吧，总共15块到遐就30块，收入低三高啦，所以吼、高山族嘛是可怜啦，但是不得不干。啊，算起也是拢是算好迄个流亡政府啊！这我是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教育，让你们更清楚。也借着我们这里，我们好好营造，这是本土台湾人永远的盼望。这是咱的恩榜，我们必须了解，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我提这个来看看哈。这你刚才是什么人？这是哈、摩西哈、看到了什么火焰？这里我提到这里，就像秘书长一样，秘书长的过程跟摩西很雷同。好、这个摩西啊，他从小的时候哈、我先给你看，他从小的时候，因为埃及王看到这个以色列民族啊。借着约瑟带领以后啊，他越来越茁壮啊，就开始啊，就要让他盖两个集货城，然后让这个以色列人啊成为奴役啊，鞭策啊，鞭打，让他生活非常的痛苦，而且命令，凡是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啊，生下来一律格杀，男孩啊，格杀，所以因此呢，这个摩西的这个妈妈，因为她是信奉神的耶基比，她是认识神的，所以她有这个智慧。她生了这刚生下的小婴儿，她怕有危险，她回家的路上就不断的呼求，唔知要安怎，唔知要安怎，然后把孩子藏了3个月，但是无多疼啊，一直维持。所以因此呢，就想办法，这个安兰是这个摩西的爸爸。和他的妻子，他用这个蒲槽香磨上17根这个柏油，将他这个孩子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看到，放在这个尼罗河上，放在尼罗河上，让他慢慢的啊，随这个就慢慢的这样漂流，自然的漂流。但这个是他的姐姐啊，米利安看到他自己的弟弟叫阿姜姆干咩？那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秘书长，秘书长是一个非常。很有智慧的人，就高就高探级，而且在背回的时候，他在台北教这个英文补习班呢、你知道吗？他有2栋大楼，一栋大楼就要差不多，不知道是8000的人还是多少这人？你看看他收入多少，就高探级，探级探到不要，有人就带他说到中国去投资，他在中国是有5间好好的，敢在，所以一下来人家是红地毯的。这种人那么会赚钱的人，但是呢，你知道呢，共产国家要整理很快啊，好，整理很快，因此呢，他就说，因为你学校一盖了，马上就有后面就来了，哎，拍写好定，董事长，那个你们学校啊，上次几年你欠我们的什么什么费，他说我看看多少钱，他说啊好好解决，那一解决，后边过来哦10个，我一赶快提单来，啊，恁学校的土地是阮的，是安怎安怎。慢慢的，慢慢慢慢整到整到末了，就把秘书长拿去关了。一关是关在这个女子监狱里面，但是秘书长很聪明，在那监狱里面呢、他们派两个警察陪着他，派了两个高干呢、陪着他，然后陪着他之后呢，秘书长常常有，因为他是有的是钱，他说没啉啤酒哈，他们现在喜欢喝啤酒，去买。慢慢的探讨他们有这种习性，结果没有多久又派了6位陪着他，秘书长又说啊，你们点了不要紧呢，啊，林碧鲁试探了，到末了知道他们的一种习性，
就让他喝，喝到末了，他说：“哎，哎，管了管了，你们五六个人这样，我 一瓶两瓶不行，你要去哪就拿一两箱啦，去哪了一两箱，他就拿钱，因为一两箱要到大卖场去买嘛，大卖场去买是不是比较远？他这个让他们去来，你们这一起去搬呐、啊，因为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他也相信秘书长嘛。当李坤月席哈、哦、啊去买那个酒之后呢，秘书长开始计划要逃了。”他去讨，但是讨了搭了火车，他不直接到上海，那个上海下，因为上海下可能通报，可能在那边就被劫。他途中下，途中下就搭车就到厦门，厦门就买这个船，以前叫的啊那什么板呢、啊？三板，三板呢、啊？你知道，秘书长也是中广嘛，跟我一样中广，哎，讲哼。干切，他是这样，对呀、啊，他就是他要搭，他逃离这个要逃。他一搭上去，刚好接对，没叮没当啊，啊，就从那个厦门晚上就嘟嘟嘟嘟就离开了。到离开了这里的时候，到快到金门了、啊，那个商板的主人说：“哎，到家。”啊，比如说，哎，没了这一个海呢，他说你就是到家，啊，我无法到，过几步我都无法到啊，啊，他讲好，那当阵嘛小看惊吓，啊，因为从不知道这个状况，一落来是。最高价，吼、哦！你敢知？黑暗，黑暗暗的，然后个软土，土遐软的，然后讲哦，够顶，吼、哦，够顶！哦，伊就人就只皮皮出，一个惊吓，吼、哦，一卡一声呢，哎，就啵啵啵啵拢滴滴的嘛，够就熊熊啊，那个浸着的水吼，是咪嘛，会像抽筋一样，就感觉艰苦，伊就慢慢小刷，刷刷的时拄着一个迄个条啊。哎呦，惊吓！讲那些物件，然后你知道当兵的人知道哈，这个登陆就是我要防登陆哈，弄我一种什么，在海边都是设立一个钢柱，有没有哈？哦，钢柱，他就靠在那边啊，他哦好个在来开的，一开的哈，尖尖擦擦啊，擦的卡身啊，哦，赶快安尼啦，然后他就去找那手帕垫底开的，哇，舒服一点了。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里面呢、啊。人在无望的时候，有一个祈祷的，讲吼，那是会当叫我脱离这种的环境，我绝对要为台湾政府，还没有说台湾政府，就要为台湾付代价，啊，要为台湾奉献，这种的时刻，因为那时候有一种人吼，够慌乱无助的时候，有一种闪光啊，该醒了，咱有些时候我刚刚压起来，赶快。他有这种祈祷，没多久的时候，他这个手机啊，就像这样闪烁、啊，闪烁，哎呦，闪烁，看到手机啊，一辆手机啊，马上想到讲啊，打电话给因弟弟，讲我今麦人某某地的所在，金门安怎？因弟讲金门多，伊也唔知。然后伊打电话给伊海防，然后他打海防时，海防就打电话给伊，啊讲你今麦人伫倒？啊，我唔知呢，我这乌毛号码拢看无呢，安尼啦，还一出两点钟啊，找到两个小时之后找到的他，所以看到了摩西，也是一样，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里之后呢，他就漂流到哪里，你知道吗？漂流国王常常来到尼罗河旁边，女儿来那边洗澡，洗澡的时候就碰到什么，发现了这个婴儿，这个婴儿。公主一打开，看见这婴儿在哭，就心生爱怜啊，爱怜。就这一看看，哎，这个又俊美又那么好，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儿。就把他带回到埃及王。这个摩西在埃及受到了埃及皇宫的教育，从小到大，啊，受到非常好，非常聪明，受到大。但是有一天，他从小生出来之后，他妈妈一直叮咛他。他说：“你不是埃及人，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以色列人。虽然小小一样，所以你不要看零岁教育哦，零岁教育有帮助呢。他从小就告诉叮咛他：你不是埃及人，你不是埃及人。因此，他有一天看到了这个埃及人，他去巡查，因为他是皇宫的，也可以说是王子了嘛哈。他就巡查的时候发现了埃及人打那个以色列人，一打就打死以色列人。”啊，后来呢，他就火大了。哎，以色列，他就联想妈妈说我是以色列人，
哦，他就对那个以色列人就非常同情，他马上就立刻就还钱，打死给这个打这个埃及人，一打他出拳太重了，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就不得不逃，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离开了以后呢，他去哪里？刚才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啊，对不起。他离开了以后，他去牧养，也那个阿姑呀牧养，在旷野牧养。突然间来了一个火焰，火焰他很好奇啊，他很好奇要走前进，前进，里面有声音说：“摩西，不要再走进来。”啊，这是圣地。所以这里呢，从立面就看见说，这个时候从荆棘中、火焰中，向神向摩西说：“你要去，你要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所以从那时候起，这个火焰是给他满了能力，啊，这个火焰是满了能力，引爆驱动的力量，去带领以色列脱离埃及。诚如哎呦哎呦，咱必须丢卡地亚也感官，他有一种使命，他所以他才建立了国际法、万国公法。今天我们看见摩西的性格，他看到了异象。他看到了一下，以前没有资讯，以前没有这个这个机什么那引航那个导航也没有，但是呢，他看见了这个，他就带着以色列跟着这个指标走。他看到异象就顺服，不会怀疑。可是我们台湾人呢，干不硬啊？好，我们台湾人，你看台湾说我没有看到啊，他就不顺服。就算他听到了，他也是说干不硬啊。啊，我们的性格非常不一样，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非常简单的相信，他不去怀疑，而且他大胆的往前，深信真诚能够赐给他大的能力，所以他坚定的信念，不偏不倚的一个信仰，执行完成的任务，把以色列人带进到旷野，在旷野过40年的生活。同样的，我们台湾人。他不第一个，我们台湾的性格，他不敢相信，说那我可怜的代志，满脸怀疑，哦，也还有没有胆识的？哎，唔通安尼讲啦，隔壁呢，隔壁，隔壁什么人？伊讲中国啦，他有动作，哎，太敏感了。我讲去找到企业家也是讲，哎，台湾民众，哎，唔通啦，唔通啦，阮做生意也较敏感啦，拢是安尼啦，较敏感就你死嘛，对不对？他没有中心的思想，没有信念，没有执行力，西瓜派的。我们今天台湾的呈现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今天流亡，你看以色列人王国被掳到，使这个外族注入，跟台湾是不是同款？是不是？我们是外族注入在这里。知道在那个有人知道光复节吗？那个我想问年轻人好不好？那个我们这第二位的年轻人有光复节吗？就是我们那个后面那位。有没有光复节？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光复节？有吗？有吗？有的举手。啊？有台湾。哦，有光复节吗？那你认为有光复节吗？有没有台湾光复节？我知道你从小拿火把光复节这样子走了，游行有了，我知道。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光复节吗？啊，我们要确认，哪有可能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战争哪一个赢？共产党赢嘛，所以他是屡战怎么样？屡败嘛，屡战屡败，所以败到哪里？败到他逃嘛，逃到没有地方跑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什么？求救。第一个是向菲律宾求救，菲律宾说 no， 后来就向谁？向谁求救？麦克尔瑟求救嘛，所以麦克尔瑟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呢，我必须要向我们总统。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谁？杜鲁门总统，要记得哈，杜鲁门总统报告有这件事情。好了，向那个杜鲁门总统说，你自行处理。所以麦克尔瑟呢，他就有一个叫做麦克尔瑟一号令，对不对？派军。”去将这一个流亡政府带到吉隆港，第一个，第二是派军到越南，再到高雄来。他们怎么会有船呢？对不对？
他也没有攻打台湾。攻打台湾的是谁？轰炸台湾的是谁？秘书长又讲了嘛，是谁？所以占领台湾的是谁？美国嘛。是中国吗？是中华民国吗？是何来的刚何来的这个光复节？是没根本没有嘛，是谎言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他根本就是悲惨的啊，悲惨。我们今天就像他今天注入了以后呢，使得我们呢啊进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状态。我们以色列的状态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好、啊，那逼迫他，逼迫那管制重担害他们，让他们使他们越发越苦害了以色列人。所以严厉的使一些人做劳工啊，啊做苦工啊，啊，所以呢这一种苦命在台湾也都是如此。今天台湾的生活，你看22K、25K， 敢结婚吗？你如果说假设有一个男朋友，他是 22K， 刚好结婚时间到了，你会安心吗？啊，会安心吗？当然不安心嘛。哎，能帮哥帮助我这，对不对？买东西都不行了，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可怜。实在说，我们看见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看见台湾民政府它出现了以后，开始看见了人民的渴望，因此兴起了一股啊，推出这一个流亡政府，离开什么？离开台湾，所以呢，开始做了这么大的运动。好，你看看这个小的，啊，你不要小看他，小孩子还有那个呢，他今年已经是二十几岁了。你看这年学生，他说什么？男子会来两块买来，大声个讲一数来，加呢？这样。来，各一组台语的吼，来，开始呐喊，哈，流氓政府离开阮台湾，对不对？今嘛中国那边嘛是巧呢，流氓政府要去一下讲 no， 伊去倒。有人知吗？流氓政府要去哪？你怎么知道？你有去那边抓鱼哦？啊，秘书长讲的，平潭岛，你今嘛少年哈，年轻人，你上平潭岛，马上就有一个建筑物，今天在规划，那边的大是新北市、新台北哈，新台北的两倍多一点点。好，金门、马祖跟平潭岛，中国说啊，他们这一票的人不能进到内陆，啊，他们这是问题人物，所以你们在平潭岛，这个金门、马祖，所以他们已经绝望了，所以他们掏空的速度很快，对不对？现在越来越快，办一个活动就是假一个呢，啊，一掏物件 A 物件 A 5000万，我一讲。换你是咱亏的，啊！这种的政府对咱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觉醒，我们要了解。但是我们台湾人，你看以前呢，台湾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悲惨，好，是完成最后任务中的胜利的一个终结点啊！我们是啊，自己做主人翁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就空的那样，好。啊，这一笨的、一族的台湾人，因为他不觉醒，还来一个欢迎，你看看，欢迎国民政府啊，这个筹备处当初哈，拢是安呢，所以台湾人民的主权立场完全迷失了。你看这种状态，啊，台湾人有这种人来管理，啊，真的是衰了哈，真的非常。你看看他怎么讲，你要47万，要过也存了这，他存款存多少？48万，哪来的钱？这个悲惨呢、啊！我有捐款呢、啊，哈、哦、，A 完了，我有给他欠呢、啊，啊，快把酒也行，龙哥。所以你再怎么讲，他已经挣钱掌握在这里，哼，淡定啊，
对你任何一个台湾人都嘛是淡定啦，无要插你啦，对不对？你看看，笑骂由你啊，你要安那没无要紧啦，哼，我就是总统安怎，对不对？你有才调，你看足济人，伫啊，伫啊抗议啊，你看目屎流，安尼画面画到安尼，伫啊抗议，伫啊流啊目屎，敢有效？有效无？无效啦！这种在这个体制下，你再怎么弄也没有用啦。只有回到法理的论述，快点叫人家申请身份证才有用啦。身份证到美国都可以用啦，我到银行我都用那个啦，你买高铁也要用那个啦。我弄人家不会质疑啦，我到户政事务所我也是用这个啦。他说我可不可以申请？我说当然可以申请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个都是很棒的，你大胆去用看看。你现在已经申请了几手？大胆用。我跟他们都很奇怪，很奇怪，这个发的不是我发的，不是我们台湾，他下面 USNG 发的啊。所以呢，我们大胆去用，我们在这个体制下去抗争是抗争无效的啊。你看这一嘴脸，你激他，他马上就像那个獠牙，像熊一样，很可怕，对不对？可是你看，连些小孩子都生气了。笨蛋啊，他是国际认证的。这边人说哼，我懒得理他了、啊、我懒得理他了。那个就是说没有办法，无奈，他这个他、哦、得到了国际认证啊，无奈啊，他已经得到了国际认证啊，所以本土人民无奈啊，连这个你看他知道啊，哼，少理他了，对不对？我们的心虽然说不出来，内心都是如此的，我们必须好好去思考。你看青年人悲哀，他就传真给我，他是纪敏的、哦、夜光族。什么叫的夜光族？年轻人知道了、哦、年长知道夜光族吗？啊，你知道夜光族吗？那解释一下什么叫夜光族，大声讲。一字牌都没去了啦，一个月都光光的，都没了啦，一线都没啦，叫夜光族，哈、哦，三十五岁，二十五 K 了，退休金只够买什么泡面了？哎，现在很普遍呢，这是真实真人真事的故事啊，名字在这里啊，啊，他在这里啊，大学毕业二十啊，这个十年来没有唱过 KTV 啊，有的人有了，都是刷卡了，对不对？刷是刷爆了，他是我老伯来付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啊，这三十五岁的人，那个国立大学研究所毕业的，环保局担任的外这个约聘，一个月25,000，扣掉家中的债务、学贷，我们学生大学的贷款有没有？啊，分期付款，口袋只剩10,000块，买房子成家，对他来讲是怎么样？那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对？所以呢，政府把这一批账啊。算在年轻人头上很不公平，我们孩子一生下来就债务100万，谁敢生啊？但是今年高沙族的举手，你们很幸福呢。台湾民政府这个什么执政以后呢、哦、你知道吗？福利是什么多好，你知道吗？要不要听？但是你不要掉口水呢，因为这是美国政府说特别给这个弱势的团体，高沙民族每生一个孩子补助100万啊，哦，你应该要个可以那个可以入罪，可以入罪到那个我们那个高沙民族，因为高沙民族哈、哦、人口数从38万到51万、52万，美国说一定要到120万，所以因此鼓励你到120万补助到120万，你们在做你还可以生呐、啊，好、哦，你们都还可以生呢、啊，生一个100万。好、哦，不是现在的生一个负债100万，不赶快，所以我们都一样，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一栋房子，免惊呀，但是装潢你自己付哦，一栋房子给你装潢你自己付，所以你不要为了房子无可挂牛，对，我们不是那种没有窝的那个一群，台湾民政府在这里执政以后，你们非常的棒。福利非常的好，老年年金啊，哇好你敢知？免看子孙的面呢，你要说多少吗？
不要了，你自己用心念啦，然后去告诉你，再告诉你高级班就跟你讲了，好不好？这笔债你看看，所以这些东西啊，到最近造成许多的那个，你看啊、哦，他说啊，念了研究所，再加上当兵呢、啊，好、哦，这个劳保年资还不到四年，薪资继续的动涨，然后退休金哈、哦，牛肉面变成阳春面，牛肉面现在多少钱？100多哈、哦，那只好没有办法，没钱啊，讲泡羊泡面呢、啊。所以健康问题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糖尿病啊、高血压了、啊，你不要看年轻啊，然后都来了啊。所以他又在说啊，这已经沦为夜光族，没钱不敢交女朋友。哎，女朋友的时候都要看他有没有金子啊，对不对？你们小姐们会不会这样的想？我希望他是很有钱，对不对？但是很不搭，他是硕士呢，他是博士呢，阿伯金呢，不要弄。对不对？所以呢，25岁踏入了这个职场的生这个时候，这个那个女孩子，她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自己退休以后可以领多少钱。今天这个社会全面无奈，好，全面无奈。你看看这个状况，我们都很清楚嘛。啊，别人不能贪，我可以。我告诉你哈，5000万交保了。他说什么？你看，5000万交保，啊，痛个没戏呢。这干皮狼，啊，那我们的这个台湾人就可以缴那个电子缴了，他呢不用啊。你看南投县的这些，真是他自己比的无耻，真是无耻，对不对？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啊。自我感觉良好，有吗？台东，他到台东了，他就说：“总统，总统，你当了总统以后，我就很少看到你。”他怎么说？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啊，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什么逻辑啊？来到原住民部落，我把你当人看，我还教育你呢。你看这什么逻辑啊？啊，奥巴马总统看到清洁工啊。他马上就这样 say hello， 那 EQ 都棒了。他这个 EQ， 你看他的四项，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格特质啊，已经真的是不知道这边还好，好搞才我不是人。哦，这嘛也再讲好搞才我不是人，我人都凄惨嘛。还讲还好我不是人，哈、哦，你长，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一再的告诉我们，提示我们。我们人真的是要正直，啊！你身为一个高度的总统，你就更应该啊为民着想，这个有够格吗？这根本就是流亡土匪的心态啊！我们必须来看，台湾贪污，满街都听得到，每一个家家户户都知道贪污。你看看，啊、已经贪到那么多了，他在那边，哎呀，我好爽，整天还在那边游泳，对不对？所以呢，这种心态根本没有感觉、啊，活在自我感觉良好。哦，我你送啊，啊！所以你看，老马他下仓吹嘘米酒降价都是他的功劳，他只提米酒嘛，有没有？哎，米酒120，现在降下来是我的功劳。好、哦，那这边叫可怜一下，他有一点，有可能有来刚刚来上课，汽油、沙拉油涨价是谁的功劳？我们的状况。所以复兴台湾，渴慕新的复兴，台湾需要重生。重生的起因，重生的目的，他必须要从法理的论述让他了解状况。你若是没有这样的根基摸走，我们就无法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把他赶出去，对不对？因为你不清楚，你没有办法将流亡政府赶出台湾。所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红线是什么？啊，这个旗是属于什么旗？这个旗是什么旗？大声讲，台湾民政府的旗，对不对？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那这个红呢？是红色，是代表日本天皇，是不是日本国？是日本国的旗手。
哎呦，很厉害哦！日本国，你哄孔女侬日本国吗？他不是，是 Daitekokushui 是大帝国，天皇陛下是日本，哈、哦，是这个，因为这个是日本这个天皇，台湾是日本天皇拥有的。那这个星星呢？是星星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好，美国军事占领，所以台湾现在的现象是日属什么？美空啊，美战，日属美战，这个是写错了哈、啊，是日属美战。台湾今天的主权地位是日属美战。你看看，有人说了，不可能的事情啦。好、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军舰那个战，这个这些，你看我们的军车、坦克车。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在吗？这个不是我们捏造，不是我们阿比西亚去涂额头、擦油漆然后拍照的哦。哦，这个是怎么？2012年汉光演习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拍。卡连摆不嘛？你看，哦哦，一剪，卡连摆的家有没有？都拿掉了，是不是？是谁把它拿掉？美国军事占领已经要回来，恢复到美国军事占领的时期，好、哦，因为你流亡政府，你在这里不能征兵啊，你在这里不能向人民征税啊，结果他是违反了国际法，他仍然向人民征税，还叫你去当兵啊，我当多少兵以后还要还给我，啊、哦，这是不能的，好、哦，流亡政府他在这里他不能向当地人民征兵，这是违法的，所以你看看今天。已经把这个诺言就表示，这个出去的话，他就是属于恐怖分子，他不是军人。现在当兵已经开始不是没有当兵了吗？是不是？到最后这一期是几年？应该是最后这一期是84吧？哈，哦，已经最后了嘛，已经没有了。你看征兵有人多有多少去征的？募兵的时候有多少去募的？没有人呐、啊。没有人去啊，啊，连这个国徽都没有，这是自由时报来弄的。所以这边有一个声明，啊，图徽军籍这个号哈、啊，这些东西是美军当时就令他要拆掉涂掉了，啊，是国防部下令的。所以美国这国务院发表，恐怖分子组织不是国家，啊、拥有武器在当地征兵，啊，这个中华民国是不是拥有武器？是在当这个当地征兵有没有？这个叫做啊、哦，而且呢 ，ROC 是符合美国政府所认定的恐怖分子，你知道恐怖者。所以我们要求美国依照最高法院判决的，早日将流亡政府带离大日本帝国台湾。我们控告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这个那个我们秘书长来。带的228个人控告美国政府，最终的目的就是，啊，比照的高等法院所判决的，将这个流亡政府带离台湾，带离这个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台湾，啊，让这一个美国陆续的协助台湾完成下列的工作。那除了这个以外，内府金福路100号20000坪的地，你看看。那个地为什么要需要20000坪来建构美国以后的这个 CIA 的总部？为什么？地下室可以容纳88架的这个战车，然后新竹洛杉那个什么，那个雷达站，它是负责全亚太，它都可以照到的。上面有45位还是48位的这个美军，难道美军不在吗？到处都有啊，长滨那边有长滨啊，你不要看，你要看美国人那个李平头的，很多李平头的，他不是穿军服啦，李平头的海军陆战队，好、哦，海军陆战队，所以呢，这一个现象已经告诉我们，唯有这个要使这个新的复兴，台湾需要重生。台湾需要重生，需要靠我们这一班台湾民政府的同心们的努力。
台湾新的复兴及重生新的生命，我们需要靠这个民政府全体同心的努力，抛开什么呢？情感，回到法理的论述，这个才是我们目前既定的方向跟最终的目的。我们若是没有这样思维，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跟你说，我们都没帮，我们非常可惜，唯有台湾民政府会感觉说更小。但是我可能 我想说可能没法度了，因为这没多久美国就要捏掉了，很快了，这次若是没发生事情，我们这个月都已经看到已经变了。但是很可惜，这次发生事情让我们办四个月，让我们办四个月到九月七八开始又来。所以我跟你讲，你们就等四个月呢，我们在座的都是等几年呢，这没一样，这没电风，我们家的出去，我们家头一期的来到这冬天无米配，客修大家拢积聚会，安尼比比错。夏天热噶无电风，老干老噶臭米毛，你们非常的幸运呢。你真的上面有什么电风扇，右边那边有冷气，你看看还有餐厅。以前真的很辛苦呢，他们等几年了呢，倒的倒。卡巴一把，手巴一把，我的家无偌济，但是您够袂歹，所以咱看，你们真的是幸运，要掌握当下的你，当下你所拥有的，你抓得紧紧，不要放。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是真正的，你们发现你真正的得主，不要怕，唯有什么申办台湾人的身份证，这一切就 OK 了。你们是台湾人吗？你认为你是台湾人的牙签？好，你拍摄，你站起来。我请问一下，你敢是台湾人？民国几年生？二十七年生。好，你敢是台湾人？你会当证明给我看无？在台湾出世，秘书长不是说咱台湾人，咱住伫台湾，敢是台湾？你这主管是你的吗？不是嘛？对不对？我即马就请问这管是讲，你即马有物件通啊证明你是台湾人？不办就笑个。你是台湾人吗？是吗？你能证明吗？那给我看，拿身份证给我看。身份证写上面写什么？大声一点，中华民国。对啊，没有说你是台湾人啊，你还有没有别的证明告诉我你是台湾人？啊，你有没有钱币？有在使用钱币吗？它里面写什么？对啊，你根本不是台湾人啊，对不对？我们就简单的逻辑，不要跟人家争执，好，跟他讲，你敢不是台湾人？啊，无啦，你不是台湾人啦。你也当提证明证明我垮不？你有身份证最好。你看我就是真是台湾人，他没有嘛？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唯一办这个，我们办这个的话，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了解，我们才是真正的台湾人。含泪含着眼泪，痴痴的等待这个奇迹 ，no， 不可能的代志。所以我们要付出行动，好，要解决台湾的环境生活。必须唯有申请办理台湾人台湾的身份证，一切就 OK 了。有这个身份证都棒，你知道吗？我用了一年多啊，我这样我要去合口，那身份证拿出来，我就拿这个。哎，这是什么？你念啊？他一念，哎，真的呢。然后他用我身份证也可以查出我自己啊。对不对？他们这次去美国一进去也是用那个身份就 OK 啊，美国人一看就 OK pass 了，多棒！你跟着啊，这高铁，有一次我们的这个议长他那个金融卡遗失卡在那边，没有忘了带，然后他去办，他说他要拿你的证明，他就拿他的那个 ID 给他看，也是一样解决问题啊。现在你办任何事都用我们的 ID 来办，没有人会阻扰你，他只是会好奇，
你到眼传也是一样啊，你办那个他要你双证件嘛，你就拿那个证件给他看，身份证不拿那个证件给他看，跟那个健保卡，他就会好奇，哇，你那个可不可以申请，他们就会，现在目前的大部分都会知道了。啊，所以呢，我们拥有这样身份证，对我们来讲是何等不棒。所以呢，我们知道达成了这个法理的论述，啊，你知道呢，我们就能够脱离这样的环境，啊，我们就能脱离，我们就能够提升生活的品质，因为我们的福利好。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拥有一间房子，尤其高沙族生一个，尽量生哈，生一个100万，哪里不好？所以阿弥祖光复节说那么好这样子。每一次讲那么好，当然好了，没生下来100万，你还会生吗？啊，没有关系的，还年轻，啊，尽量生，好不好？我们就能够减轻我们的生活，就能提升，一拥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生活品质就改变了嘛，是不是？然后营造生活的休闲啊，照这个老头子啊，俺阿婆阿娘讲说，你看看老头子啊，哎，看，这个不是很幸福的事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营造这样子。今天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你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完了，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一再提？我们不是做传销的，因为这是美国有要求，你知道吗？美国要求什么？这边说什么？美国要求完了，4000名接受训练，然后40万人申请 ID 卡，啊。很多人说，哎呀，既然美国已经同意我们，既然那个已经给我们，应该给我们支援嘛。那个有上次有一个同心啊，那个美国就讲说，你现在只有鸡卵而已呢，比我看鸡卵的边啊呢，你自己要怎样？你要孵出来嘛，你孵出来成为鸡才能剁来嫁嘛，你还在那个鸡蛋里面，你还怎么去要求什么？是不是？这是美国基本的要求，啊，这个基本的要求，我们接受训练。我们现在是初级班，有高级班的几手已经上过，哦，也蛮1、2、3、4、5、6，哦，不错。你们今天就会拿结业证书了，结业证书就是正式的，啊，这公务人员的这个资格证。我告诉你，秘书长讲，这4000人呐，啊，你别我个归回拢无要紧。给你永远的公务人员，安尼好唔好？安尼非常好啦，对不对？啊，我讲啊，我老啊，我老啊，卡巴手巴，无要紧，拢嘛会当。咱政务官每一点不一定啊，是事务官的，有事务官的能力，你会带人就好了嘛，你会签名就好啊嘛。你的事务官，你的机要秘书懂得帮助你，安怎你讲，你会当比比错，写嘛无要紧呐。我现在是卡巴手巴下嘛，小块歪歪，哎，不要紧啊，那是我适应的好啊嘛。但是我会带人呐，啊，我有经验呐，啊，我懂得如何处理呀，啊，我懂得如何危机处理呀，啊，对不对？老圣上，对不对？所以呢，你们4000名都有极大的福利在，我们必须要用心啊。但问题是，这时间不要来缩小，不要来缩小，爱安怎？认真邀请人来上课，你要请他们快快的来上课，使这个人数快快在短时间里面完成。然后呢，身份证，然后咱的楼顶、楼卡、叩门，嘿，哦，你敢知做台湾人偌尼好？你敢知？你是安怎？我是台湾人。阿公，你凭什么讲你是台湾人？你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呢？啊，用一句就好了啦，免大声，不要跟他争执。无了，你去看卖嘛，咱来小输嘛，好唔好？你讲你是台湾人，你提出来我看。那是有我请你食饭，伊就提啊，你看，安尼提出来，你读看卖，顶管写啥物？中华民国。啊，我无啊，你讲你台湾人，啊，我大家，对啦，大家是无唔对，但是你并唔是台湾人嘛。你别怎样话不，我铁的看台湾人民，你用这样的模式来就引导，不要用太尖锐的方式，我们要以传福音的方式，用爱来触动，用理性带进到法理的论述，让他带进认识的非常的完全，好，然后将您啊，这个您民政部到社区，好，
咱就爱做加倍的嘛，喊声嘛，来来来，来什么来？来来来，听到伊声，看到人乌肉鸡，安怎？看我乌，我甲你讲，我较有质嘞，我内底有质，你敢知？你无呢？伊讲什么质？我是台湾人。还讲，你想我嘛是台湾人，你即笑的呢？你讲我笑，你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呢？来，你摕我看，咱用这套来讲嘛，袂歹嘛，对不对？改成笑的嘛，改成笑迄落，要用，吼，我这有影你是笑的，无啦，免讲笑。你上来来，你做证，你来做证来来，阮两个人来，若是讲吼，伊输吼，伊请你牛肉面，牛肉面一百块，百几块的。安尼来讲讲的是大家笑笑，大家笑眯眯嘛。来，我提我的身份证，伊提我的身份证。安尼来讲，吼，所以呢免惊吓，咱咧处于是化声，互人知影我伫遮；化声，互人知影我无死，我搁活。吼，早晨起来啊，我活着真好。但是无人知你是活的呢。你讲大家，哎，大家好，哦，是不是？哎呦，我这人也袂歹呢。各哇，人活在地上需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活着，所以要借着你嘴巴发出声音来，来来来，笑笑笑，什么物件笑？看到我乌肉绝对袂贵，但是得到的是非常好的价值。你唔信？你来来，咱试看卖啊，看人看人拢安那话嘛，吼、哦，对不对？所以呢，想办法用我们的头脑机制来去引诱带人，不是引诱人。在你的职场也是一样，现在很多朋友，有很多阿兵哥啊，我们高山民族很多，他一认为一穷，哇，真的，他当十年的时候完蛋了，我这个十年我真的是，做了阿兵哥没有那个意义，他来上课，上完以后，整个阿兵哥都来了，你知道，在他的职场，他看到人，他就有一副那一种。驱动他看到人，他需要盼望这个人真的是成为真正的台湾人，他需要 ID， 他需要身份证，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模式来去爱。所以你今天是因为他，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是一个爱台湾的心，对不对？咱今天不是为了 爱台湾，咱不可能来到这啦，来到这还出钱，还住那个丁丁的哦，蚊子来扑出来，蚊子来扑出来，安尼，暗时啊，还一边，啊，吵到要死，我少年讲，哦，我无法度，啊，来到这要啥，受苦。但是，咱我们因为爱台湾，迄种的苦算什么？对不对？那个算不得什么。今天我们爱台湾，我们就能够为了这些牺牲奉献。我们看到楼上楼下的。我们就 say hello， 我们看到我们在职场的我们的长官我们的同事，我们就讲说你真的需要这个，你将这法理的论述邀请他来到这里上初级班高级班，让他申请身份证，我跟你讲快的速度达到美国的要求，我们马上执政的，很快执政，你幸福都在你的掌握中啊！哦，成功啊自然向你 hey say hello 招手啊，非你莫属啦，对不对？你今天能够得到奖赏是因为你准备好的人啊，你是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不用在那边痴痴等待啊，啊帮啊帮啊帮又帮啊，帮到尾啊都没有准，对不对？能不能够帮啊啦，来努力去打拼，是不是这样？啊，有一个那个啥，我是用唱的啦，你说Formosa, Danevan, Danei, 亲像阿母叫阮的名，哟啊哟啊哈哟，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的梦，好听吗？我以前唔捌唱，我去日本头一摆唱。佛摩萨，你看笑啊笑，摇啊摇。我想着阮阿母，迄个阿妈，我细汉的时，伊安怎呢？讲用日语，
奶奶哟，奶奶哟，马哥哇卡哇伊奶奶哟，奶奶哟，我就困难，就喝。我用安尼，我靖国神社，我用这個我目屎就流，想到阮阿母，阮阿妈，阮阿妈日本人，恁阿妈是不是日本人？咱拢是日本人呢，但是我们是成民。有一天，阮的总部日本人伫浴室，那个浴，那个浴哈，卖浴的不要在市场，拍显片片啊。来到遐吼，雄雄看到天罗黑卡，迄两个就徛徛。天罗黑卡了，我看起来该像是阿老啊，你知道？我搁落去看。鼻到伊个鼻无像阿老啊，吼、哦！安尼看，咦，你很近，好，你很近。我就说，嗨，米拉桑，我你很近的是讲。我说，好，嗨，送送，库里库里哪里个？他说，这个是什么？天罗黑卡，他看到这个后面的你很近，跟他那个讲。然后我就说，广东马路的一米我哪里？台湾音马么？音马，马的马达。天啊！喏，那来提高修的天罗黑干喏啊，说噶种，不打就话天罗黑干的修命呀，修命嘛，啊，修命呀，很多噶，俺打就话新啊喏，日本国的国民，不过修命，不过但是 OK 哦，嗨，都是对困难噶。然后他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说俺打，当然我没有直接讲，我上次在日本讲说俺打就不干了，勉强心态，没有好好用心念书啊。当了解，你看看我们第一次到日本，到后来啊，就开始改变了。日本人也到靖国神社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开始倒戈了，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哎。第二年初，第一年我们带150个到天皇那边，我们的旗啊，你知道吗？日本人呢、啊、进去，他看到这个旗，在警察说不能进去，那后来他只能带这个。后来联络没有一分钟，他说这个可以带去。他全日本啊，从来没有别的国旗，没别的旗带进去，唯独这个。我们距离天皇差不多30到50公尺，就在上面呢、啊，安全玻璃。我们全部都在这里，旗都这样。天都黑干，难道没有看到吗？一片旗海，台湾民政府的旗海。这个一放出来就很感动，我那时候全程把它录出来，录制，天就是他们在讲，所以我们是成名，我们比日本新日本国还要好，我们不是要回归日本，我们乃是要回归大日本帝国天皇，因为天皇被切割嘛，他不准干政，才有新日本政府，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没有切割啊，我们还是这个成名，我们何等伟大、啊，你敢不敢？所以哈、哦，咱不就搞安尼哈，咱给那些合格在台湾民政府，我们的秘书长将这法理论述提供我们了解，才知道我们原来是成名。所以呢，你从这里开始，你快快的到你的朋友那边，好了，亲家朋友，我们好好努力，好好把我们的心永远的带进到这一个国度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我们不若是不做我们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我们没有办法。那现在回去，有没有人回去要去介绍身份证的举手？今天还是 gay， 跨越个该个怀疑呢？啊，真正要去，一个人推5张的举手，真的哦。啊、哦，那是无你就巴肚疼，哈哈！而且秘书丢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啊、哦，然后我们互相勉励，好不好？为了我们的儿孙，为了咱的子孙，咱的子子孙孙，咱来互相努力，互相打拼。咱一定爱努力，咱一定爱认真。不然呢，咱的子孙啊，指着我们的鼻子讲：“阿公，当嘛是的，你无用心，这球本来要接好啊。”结果你无用心，迄螺丝是谁先要断去啊？你套嘞无锁，了绑嘞，还阮阁爱了20几栋，咱唔当好咱的子孙安尼，
哦，今天年轻人，我希望还是勉励，请大家告诉大家，唯有真正从法理论述看到台湾主权，这是明确的路，而且是唯一的路。这也就是必须要懂得精算的人。所以呢，在此彼此的勉励，哦，我们彼此的扶持，我们必须站起来喊好不好 ？Go go go， 好不好？来，站起来一下，动一下来。台湾民政府 ，Go go go， 再次来，台湾民政府 ，Go go go， 起双手。啊，跟你的左右边说，有你真好，来，有你真好。没有什么还碰啊，没有关系，不要害羞嘛。再一次来，有你真好。你们两个就不敢碰了啊，因为你要知道哈，我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没有，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到此向我们的同行说，谢谢你们。啊，行嘞。刚才有唱了吗？我试下再唱给你听。好，好了，时间到了。啊，各位同学们，咱来感恩那种咱的酒店行来者，行来。谢谢，感谢。谢谢。休困二十分钟。